桥。那就教祖儿一段，然后我们来一段，两人来一下，好不好？人家是武后，你让我教。我是邂逅。啊，邂逅，最简单一开始动作就是这个嘛。好。完了，他传到这边，从这边传到这边。哦，我知道，我知道。是吧？哎，传过来。哎，完了以后我再过来。哎呀，来了！你是触电，谢谢。接下来我们来一个互动游戏，就关于你的强项。通话。来，我们进入到一个互动小游戏，叫做《寂静中的呐喊》。什么东西？寂静中的呐喊。这个好好玩。好的，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游戏，叫做《寂静中的呐喊》。其实不光考验的是这个普通话，还考验，他们的自嗨能力。三分钟以内，猜对数量最多的队伍获胜。获胜的那一方将会尝到阿曼达大厨做的那一道软壳蟹。哇，可以。现在呢，在我的左手边是我们的大舅和二舅，成为一组，来，掌声送给他们。来，这边我们的美琪和祖儿成为一组，掌声送给他们。啊，女生优先，有请二位就位。三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榴莲油田牛奶矿泉水榴莲牛奶啥榴莲牛奶榴莲水牛奶榴莲汁过五个字啊，聪明啊。椒盐皮皮虾李明长椒盐辽欠椒盐皮皮虾冰冰棒咖喱哎呀鸡咖喱咖喱是牙不好吗？哎呀你这不是菜呀，蛋包饭，对，泡饭咖喱鸡炸鸡泡饭炸鸡家庭飞哇，这个好难啊。牛尾会意大利牛尾会炸鸡，你吃过吗？意大利爹飞下一个过西湖素鱼叔叔对，你可以表演西湖鱼鱼果素鸭，什么叫鸡同鸭脚？鸡骨鱼素鸡骨鱼肚累死了，已经累趴